为了改善货库欠费状况，保阳西子会逐年拢定期办理捐费的活动，而且为了提高民众捐费的意愿，西子会即个嘛准备了带有400份的礼品，让民众来摸彩，借此来感谢民众捐费帮助人的爱心。看到捐费车，真侪民众拢停下来，比起抢五来捐费助人。保阳西子会逐年拢会办理捐费活动，来帮助货库欠费的状况，为了提高民众捐费意愿。西子会这届嘛准备了大约400份的礼品，提供给民众来摸彩，嘛借此来感谢民众捐血救人的爱心。办这届吼捐血活动吼，是为了应个吼，在冬天要到吼，啊暑假期间吼，血库吼血液较欠费啦，欠费啊，所以用在固定我们固定有举办这个捐血活动，准备哦很多那个奖品哈，较高级有电动脚踏车哈，啊是液晶电视机都也好，啊这些奖品达到大概400项哈，啊是讲为了能增加提高捐血的数量，我们就特别募资哈，啊家己买遮侪奖品安尼，啊希望有通讲达到阮的捐血的数量。捐血一地救人一命，透过这个爱心单位举办的捐血活动，让血库袂阁欠血，让有需要的人拢会当得到帮助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报言采访报道。